这道盘棋豆腐呢，是我们三上人的祖传特色菜。嗯，看着像豆腐，其实啊，里面并不含有豆腐。啊，这里面没有豆腐吗？对对对。那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什么？都是盘棋做出来的。把盘棋呢清理干净，然后放到容器里面，通过碾压捣碎，然后挤出汁水，放入冰箱里面冷冻成型，然后再进行烧煮。所以它只是因为形似豆腐，它其实就是盘棋，盘棋的汁水。那这一道菜货真价实，所以说是蟹的眉毛都掉了。细小家常鲜，醉润港人心。碧水淌过村里，浸润了田地，滋养了生灵，也温暖了人们的胃脾。数千年来，滚滚长江一路向东，裹挟着泥沙在张家港搁浅又沉淀，孕育出沃野千里的江南，也造就了绵延不绝的沙哨。他们南腔北调，却一心融汇江海，一日又一日，共同见证着港城的日落月升，暮色四合。